我现在在一个小木屋里面，我今天要准备吓一吓苏维奇，因为我知道了他跟刘云雨在一起，我吃醋了，所以我吓死他。我后面有个床啊啊啊！我做错了什么？啊！我不干了。其实我还是挺害怕的，因为等一下是把灯全都关了，然后这个木屋就一直在吱吱嘎吱吱嘎，我内心十分的想上厕所，所以我有点紧张。啊！我们现在天色好暗啊。对，我们现在参观一下这个院子，因为趁天色已晚，没有人来参观一下。好漂亮啊！就是感觉像，哦，那有个树屋，我们可以去树屋上看一看。你知道吗？我的梦想就是住在树屋里面，就是我觉得我以后，当我有钱了，我一定要在我们家院子里面建个树屋。我要拍你，好吓人啊！拍你上去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哇！我靠！我靠！还好我没上去。张大鹏，你为什么要搞我们？刚刚其实我今天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送你们一个礼物。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哦。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好礼物，红包啊，红包给我们，红包，不超过500就别给。等等，等我搜一下。算了，其实今天我这是给你们来，我你们知道什么？哇，哎，这不是那个 VR 吗？不是，这是。洗牙套的，啥的？洗牙套，你这是变得有点牵强，你有点牵强，变不出来。我有什么不好的预感？我有什么不好的预感？你又来整我们，就是很正常派来的内奸，就是很正常的偏。设计呢？不好，你先。哎，他先确认了吗？就不信不了我，拉倒。听得见吗？啊！干嘛？大肚腩，这什么鬼啊？怎么那么大个肚子？给他吹气，张尼雪。我们两个冷，哎，我们两个冷。
请你把被子还给我们，再继续洗澡澡。你回来，把被子还给我们。我不去。你快把被子还。我笑死。你还记得穿袜子？你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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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！不要打哥，不要打哥，不要打哥！啊！不！我觉得我像是看了一个疯子一样。抓着上吗？哎，我去！好，好，他在啥呀？他在开啥？等一下，待遇怎么不一样了？待遇怎么不一样了？我也想看。哇，他给我按摩，谢谢。什么鬼啊？啊，舒服。哇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好猥琐，他这个人没有那个女的胸。那你刚笑的跟个二傻子，不是他刚笑跟个男的一样，就是对呀、啊，你看就是这种很花心，这种那种二憨厚的笑容，就是你第一次遇到，是啊、就是那种感觉，一天下来就是有人给我按摩，就是很舒适。然后不要解释，我们两个全都是恐怖的经历。我们两个直接地狱了，我经历了个天堂，再掉下地狱，掉得更惨。那个地狱就几秒钟，然后就完了。几秒钟，然后他说啊，不点走我们啊。没有，就是这样的。来，我来给张大炮演示一下，就是这样。我不想看这个，很辛苦吧？啊，不辛苦吧？对、啊。然后是散步，你们要你要多多散步。但是好，你看你是不是也露出这种猥琐的笑？你要干啥？关注新浪微博 @ETM 杨七少女计划，参与评选出本次番外篇你最喜爱的主题，就有机会获得伊特姆田园日记手绘纪念册。